喂喂，啱啱揾到啲咩？咩嚟噶呢啲？我系大学啲碌屎啊，有你啲真迹喺入边啊！手写喎，嗰阵时有电脑 print 嘅，真系我嗰啲嚟嘅。陈年噶啦，你都唔会睇噶啦，所以冇位摆啊，攞去回收啦，不如。唔系，其实纸咧可以循环再用噶嘛，同埋呢啲夹都可以噶。可以点回收？有咩用啊？等我示范俾你睇啦。先拿两个长尾夹出来，然后再夹住一些卡纸。当然卡纸越硬承托到电话或者一些电子仪器的力度就会越高的了。大家看不看到长尾夹的尾就正正可以晾住部电话了。啊，好嘢喎你。真的擺到的喎，真的得噶！你試下呢個長尾夾個尾咧，再長啲嘅話咧，我哋部40多寸電視都可以擺到啊！你真係循環作用嘅高手嚟嘅喎，不過咧，我個電話冇電啊，條電話線咧 ，of course 喺地下度啦。你成日插完之後咧，就個電話就攞走佢，啲線就劈到成地都係。等我教你一個方法，好好整理佢哋啦。不想電話線整地都是想站立一點的話，方法非常簡單，找兩個小夾夾在桌邊那裡。大家看不看到，其實那個浪位就正正好可以卡住電話線或者插電線的了。當你想用想插電的時候，一拿上來就用得，既方便又快捷。